诸位同学，请看本经最后的这一段。在这个本字第68页倒数第三行，如此大事，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！上面世尊所说的这八桩事情，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们他们所觉悟的。我们虽然是凡夫，有缘接触到了、听到了、看到了，应当向佛菩萨学习，也要有这样的觉悟。我们想一想前面佛给我们讲的这八桩事情。第一条啊，是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肯定凡夫心事恶缘，行为罪俗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就像忏悔记里面所讲的啊，六道凡夫啊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古大德说，如果这个罪业要是有形象的话，形象再小，像微尘一样，过去生生世世所造的罪业，说尽虚空啊，都容纳不下。这个话是真的，决定不为过啊。罪从哪里生的呢？从心生的，这个心就是讲的妄想，啊，念头，从这里生的。我们这个身体是造作罪业的工具啊，行为罪俗啊，我们一定要了解，这就是六道轮回生死不断的第一个因素。妄念从哪里生的呢？从欲望里面生的，从多求里面生的。所以第二条跟第三条啊，佛教给我们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，这个就是过诸佛菩萨的生活。多求确确实实是增长罪业，所以佛教我们要知足，要安贫，要乐道，要懂得了求智慧。说到这个地方啊，是我想到我从前亲近李老师，李老师一生过最低水平的生活啊，他的学生几十万人啊，学生有没有照顾他呢？学生照顾得非常周到，但是他并不接受，依旧过他清苦的生活啊。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，他做榜样，做示范给后学的人看呐、啊。
我看出他的门道，所以我向他学习。我学了8个月，我才向他报告。先从生活上下手，一天吃一餐的。他问我，他说你8个月了，你感觉的身体跟从前有没有什么差别？我觉得没有差别，很正常。他把桌子一拍，永远这样下去，一生不求人呐。人道无求品自高啊。真正生活的营养是什么呢？个人不一样。营养是能量的补充啊。每一个人身体不相同啊。就像这个现在你们看到路上的汽车，有省油的，有耗油的啊。不相同啊。那个耗油的你补充的能量少了，它就开不动了。省油的一点点能量啊，它就能用很久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能量的消耗 95% 以上消耗在妄想上。所以妄念多的人，欲望多的人，贪求多的人，他必须要大能量去补充他。那个心地清净，没有欲望，没有所求，心是清净的，他消耗的能量很少。所以一点点的饮食他就能维系了，就很正常了。他活得很幸福很快乐，这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。劳心劳力消耗能量非常有限，那个妄想可不得了了，从早到晚，昼夜不间断，尤其是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这种念头消耗的能量最大。所以懂得这个道理，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知足安贫乐道，你才真正能体会的，你才真正能向往，真正想学着去做对自己带来大利益了。经上第四条教导我们懈怠坠落，这是一句非常严重的警告。佛劝导我们要精进，要断烦恼，要伏魔障。伏魔障就是决定不受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。劝导我们要广学多闻，要成就智慧辩才，要发心教化众生，行菩萨道第六条里面教导我们贫苦多怨。我们肯定佛说这一句话的意思着重在伦理道德戒定智慧。贫苦并不只
物质上的受用，而是着重在精神上的觉悟啊！啊，不觉悟是真正的贫苦啊！所以，佛陀为我们所实现的，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三衣一钵。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他过的生活，这个物质生活，比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那还要贫苦啊！啊，颜回贫苦，还有一间茅草屋啊！释迦牟尼佛连个茅棚都没有啊，树下一宿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所讲的贫苦多怨呢，不是指物质生活啊，而是指精神生活啊。物质生活再苦，精神生活乐，物质也就不会不以为苦了。这世间人以为苦，那是以世间人自己的标准，它不是觉悟人的标准。觉悟人的标准跟我们的标准不一样啊！觉悟人的标准呢，是少欲、无为、身心自在啊，这里头有真乐 啊！他看到我们世间人有房屋，有田宅，有妻子儿女，他认为这叫家累呀，这累赘呀，这个苦啊！啊，而我们世间人在苦里面不知道这个是苦。啊，我昨天从外面看到有一张形势图。啊，那个形势图是非常有意味的。啊，这幅画了。是在台南开元寺课堂里面，我早年到那边去参观啊，在这个课堂里面看到这一张画，我用相机把它照下来，这个是照下来的照片，放大了影印的啊，原本的这一张画了，在这个开元寺。那么说这一桩事情呢，大概也有三十多年了。三十多年，我照的这张照片，很值得人去体会，去觉悟啊！佛菩萨眼睛里看这个情形，这是苦啊，这不是乐啊。啊，所以佛教人志愿出家了，不然世乐啊，世乐是苦之根源呐、啊，世间哪有乐？啊，佛讲了，乐是坏苦，啊，因为它不能永恒的存在呀、啊。啊，到乐产生变化的时候。你的苦就来了啊！所以佛讲这个世间苦啊，有苦苦，有坏苦，有行苦，说三界同苦啊，哪有乐呢？苦为什么会有苦呢？你贫乏，你贫于道德，贫于戒定，贫于智慧，所以你才会有苦啊。佛教导我们啊，当心布施啊，财布施，财用不缺乏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，
他一无所有，他每天衣食所需不缺乏了，为什么不缺乏呢？他天天在修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那释迦牟尼佛一分钱都没有，修什么财布施？修内财布施。内财是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为一切众生做好样子，这是布施啊。口为一切众生说法，这是布施啊。念当中想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，他身与意三业都在布施，内财布施啊，所得的功德，这不是说福德了，超过外财的布施啊。所以他每一天在做的就是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注意仔细去观察，仔细去思维，释迦牟尼佛每一天是不是都干的这些事情？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啊，所以他的果报，财用不缺乏，智慧天天增长，健康长寿啊，他的长寿是无量寿啊。确确实实自在快乐，九法界众生不能跟佛相比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，这是他教我们布施，他带头做，布施呢要等念缘亲，要不念旧恶，不增恶人，你的布施才能做到圆满。在第七条，佛教我们不染世乐，这个世间一切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决定不能够贪染。在大乘法里面，菩萨示现为了要戒淫众生，在形象上与众生和光同尘，那就讲到四摄法了。心地染不染着呢？决定不染着。如果心地染着，是凡夫，不但度不了众生，肯定被众生度跑掉了。这个现象自古以来太多太多了。我们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一再警告，你们到外面讲经说法，去度众生，要小心啊，被众生度跑掉了。我出家的时候，给我剃度的那个师父，年龄呢跟我差不多大。到第二年呢，他就还俗了，被他再加一个女徒弟渡走了。这个现象多了，太多太多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很不容易呀，你自己没有定力，没有智慧，非常容易呀，染上名闻利养，最明显的，功高我慢，自以为很了不起了，别人都不如我，这功高我慢是烦恼啊，不是智慧呀。
真正修行的大德都不能够避免。我上一次讲这个八大人觉经后面有个故事啊，我不提了，诸位可以看看。我们同学们都知道慈悲三昧水忏，你看看那里面讲的悟达故事，涉世高僧啊，这相当不容易啊！啊，涉世这在轮回里头十次，他都没有迷惑啊。转世之后啊，他还能够出家，还能够修行，而且都有成就啊，没有迷失本性，谈何容易？到第十世的时候，做了皇帝的老师了，过世了啊，这个皇上送他一个丞相宝座啊，他那个一念傲慢心起来了，觉得这个是非常光荣的啊，那哪一个出家人也得不到啊，这一念傲慢心起来了，护法神离开了。护法神是非常公正的啊，他没有情面好说的啊，你真有道恨他就护持你，你稍稍有一点烦恼起现行了，道恨失掉了，他就走了。护法神一走，他的冤亲债主找到身上来了啊，所以这个冤家宜结不宜结，我们必须要了解。悟达过失这一桩事情呢，是我们最好的一面镜子啊。这个冤家对头跟了他十几世，因为他都有道心，都有护法神保护，没有办法贴近。这个机会来了，他这个傲慢心升起来了啊，自己觉得很荣耀了，护法神一离开啊，这个冤亲债主找到身上，害了一个人面疮，几乎把命送掉了。你们看慈悲三昧水忏的缘起，你就晓得啊，现在一般人我们这个道恨比不上五大过失啊，但是共高国慢造作罪业给众生借冤仇超过悟达过失太多了。可是你想呢，悟达过失害了人面疮，我们有害啊，啊，那大概我比悟达过失要高多了，悟达过失不如我了。没错，悟达过失那是别业别报，我们现在造作一切罪业了，恐怕这几年呢，老天爷要给你算总账啊！你无量无边冤亲债主，通通一时来了，看你有没有能力招架。啊，在今天的社会呀，不是个别来算账了，时界因缘也到的时候，所有冤亲债主一起来算总账。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所以世间五欲六尘那是诱惑，那是魔啊！财色名食睡没有一样不是妖魔鬼怪啊！你只要染上它了，你绝对没有好日子过。啊，菩萨有戒定慧呀，啊，他可以利用啊这些事法来做佛事啊，就是利用这些因缘来戒引众生，来启发众生，来教化众生，来觉悟众生，
这是正确的啊，可以用它，不能够沾染啊。到什么时候可以利用五欲六尘来弘法利身呢？自己确确实实在五欲六尘里面呢断净了，决定不会起心动念，绝对不会起贪嗔痴慢了，这个时候可以。在中国最著名的济公活佛啊，济公活佛确实有这个人呢，这不是假的啊。啊，《高僧传》里面有这个济公长老的传记啊，他的这个传记啊还写得特别详细，有四卷啊。我们看许多高僧大的传记是短短的一篇的，他有四卷。那种功夫行啊，我们没有那种功夫，没有那种德能，那你的小心谨慎啊，你要堕落了没人救你啊。啊，布施最重要的是法布施啊，我们也有财布施，财布施是那是做增上缘，那个不是主要的啊，因为跟一切众生接触，没有财布施，我们世间人讲啊，人情啊，那人情没有做到啊，啊，所以财布施，布施目的是手段的，是方式啊，这个要知道，啊，这个不能够缺少。那我们要不要去求财呢？你要有心去求财，啊，用财布施跟大家结缘。你错了，你的心起生了妄念了。古大德教导我，多事不如少事，少事不如无事啊！啊，你何必多事呢？啊，所以。佛教我们呢，随缘而不攀缘。随缘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用的财，它才来了。啊，我没有去求它，它才送来了。啊，这个要做。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众生的福德现前，佛菩萨把钱送来，我们就应当要去做。没有人送钱来，我们去化缘，去这里找那里去找找钱，错了啊！那叫造业啊！那个对佛法的教诲，佛法教诲都是自信的信德，与信德完全相违背啊！我们到杭州。去参观莲池大师的道场啊，但是现在这个道场呢已经变成观光娱乐的场所了啊，殿堂都变成招待所了，我们看了很难过啊。在古书里都记载啊，莲池大师他那个大殿呢叫神韵殿呢、啊谁替他造的呢？鬼神替他造的。啊，到你真正需要的时候，诸佛菩萨、鬼神感应，替你通通都办好了，用不着自己操一点心啊。这个事情可以做。这个事情应该要做啊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啊，我们身为佛弟子，随顺佛陀教诲，一定要去做的啊。如果缘不成熟，决定不能去做啊。为什么呢？对自己肯定
又是有伤害，对自己有害，怎么能利益众生？所以古人讲啊，凡事之本呢，必先至身。啊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，一定自己先修行正果，啊，成道了，然后才教化众生呢。教化众生呢，还是随缘呢。啊，这是佛门里面有一句话：佛不度无缘之人。啊，缘不成熟，佛菩萨不会现前；缘成熟了，自然就来了。啊，随缘而不攀缘呢，非常重要啊。我们要向佛菩萨、向祖师大德了去学习，啊，自己成就了，你才能够啊成就一切众生。啊，自己做好了，一切众生自然顺理成章。啊，所以愿不能没有，啊，愿要大，愿要深呐。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啊，从哪里度起呢？不是从众生，从自己，从自己度起，啊，自己真正得度了，啊，什么叫度的？烦恼断尽了，愚痴断尽了，恶业断尽了，自己度了。然后才能感化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里头跟你熟的众生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立刻就觉悟，他就回头，啊，善根没有成熟的人给他种善根，善根成熟的人自然就得度了，啊，所以一切法了，一定要反求诸己呀！啊，往外面求啊，错了，那是心外求法。啊，一定要懂得回头向自己心性里面去求，这叫做内学。啊，佛法是内学。啊，然后你自自然然。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性相离事因果，你看得清楚啊，你能够了解，再也不会迷惑了，再也不会颠倒了。经上讲的守道清白，反省高远，是自自然然成就的啊！啊，这些年来，我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，心地纯净，行为纯善，啊，像这个佛在《十善业道经》上说的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不容毫分不净夹杂，我们就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了。啊，这个，50年前，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。啊，他跟我说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在这50年当中把他老人家这句话证明了。啊，但是最高的享受自己清楚，外人不了解。啊，外面一般人看我们很可怜的。啊，看我们很苦啊。啊，你看肉也不吃了。啊，好的衣服也不穿了。啊，他们看到我们很可怜的。
我们这个最高的享受啊，他哪里知道？佛菩萨知道啊，我们自己知道啊，有道行的人知道啊，世俗人是决定不会知道的啊，确确实实最高的享受，心里面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得失啊。那再提升一点呢，给诸位说呢，没有生死啊，心跟虚空法界合成一体，身跟刹土众生融合为一，这个就是这个经后面呢有一句话说：“乘法身船呢，至涅槃岸呐。”这个大乐，世间人他做梦他也想不到啊，你给他讲他也不会懂啊。啊，入这个境界的人才清楚，才明了。再看下面经文。精进行道，这个道就是指前面所讲的八条啊。你看佛在此地劝导我们要做到啊，前面这个八条你确实你要觉悟，你要觉知啊，慈悲修慧，佛法是以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，你的慈悲心要能够扩充到虚空法界，对一切众生啊，行大慈悲，修真实智慧，称法身传，这个法身是法性身，法性身是我们自己的真身，这个身不生不灭，我们现在这个身呢不是真身啊，现在这个身是业报身，业报身是随业牵流啊，我们把这个发性身忘掉了，现在啊，随顺这个业报身呢，在六道轮回非常苦啊。佛教导我们呢，要恢复自己的发性身，啊，恢复自己的真身，那你就证得如同诸佛如来啊无上的大涅槃。那么怎样恢复法身呢？只要精进行道，慈悲修慧呀就行了。这个四句是讲我们自己修行正果的功德利益。佛还生死，度脱众生，一千八世开导一切，令诸众生觉生死苦，舍利无余，修行圣道。这一段呢是讲菩萨自己成就的，你看自己的成就的标准是要证得法身，是要证得涅槃啊，这个才是在真正成就，成就之后啊不是没事了，事情还很多啊，什么事情呢？再回到六道轮回，再回到九法界，帮助那些没有觉悟的众生啊，用什么方法帮助呢？以前面八条啊，八条啊来帮助。前面八条就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啊。如果细说呢，那就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。这个八条是一切经教的总纲领，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啊。以佛法了开导一切众生啊，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，觉悟第一个要觉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，生死轮回从哪里来的？是贪念五欲六尘而来的，只要能把这个五欲六尘放下，贪嗔痴慢放下，你就能成就圣道了。我们看最后一段，若佛弟子
宋此八事，于念念中灭无量罪，尽去菩提，熟等正觉，永断生死，常住快乐。这个段经文，千万不能够误会啊！要是一文解义，你就错了啊！是若佛弟子诵此八事于念念中就能灭无量罪，好，我天天念念就好了啊，念念罪就灭掉了吗？灭不掉啊。第一句讲佛弟子啊，无论是在家出家啊，四众啊都包括在其中啊，诵此八事你要能够诵这个经文，要能解其意，要能行其事啊！前面不是说的很清楚吗？啊，你要精进行道啊，你要慈悲修慧啊，你要正法身啊，你要入般涅盘呢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啊，那么这四句都是总结前面八桩事情啊，前面这八桩事情就能够帮助你慈悲修慧，帮助你证得清净法身，帮助你入如来的大般涅槃，不是单单呢把这个经文念念就算了，那个没有用处的啊！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啊，那的的确确灭无量罪啊。何以能灭无量罪？这个本子后面，这是前一次讲的，我们举禅宗高峰妙禅师一段公案，诸位可以看看。啊，罪灭了之后啊，你的道行才会有进步，啊，进去菩提，进是精进。啊，进步啊，去是去向啊，你走的是菩提大道了。啊，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是觉，就是这八条里面讲的觉悟觉知啊。啊，俗正正觉，这个正觉是果位，菩萨的果位。正等正觉，如来的果位无上正等正觉啊，你能够快速地消除业障，圆满菩提，证得无上的佛果，永断生死啊，两种生死永远断掉了。在前面跟诸位提到过啊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还有一次变异生死啊，到证得无上菩提了，这一分变异生死永远断了，你才真正叫了生死啊，常住快乐啊。这个时候，世出世间一切苦，你永远断尽了，断尽一切苦，这个乐就现前了。这个乐不是苦乐的乐，
这个乐我们凡人凡夫绝对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啊，这个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境界不相同没有办法理解，等觉菩萨不知道佛的境界，十地菩萨不知道等觉菩萨的境界，正如同我们现前一样啊！啊，你不知道我的境界，我不知道你的境界啊！啊，同样的道理啊，在佛法里面讲的，高层次的人知道低层次的境界，低层次的决定不能理解高层次的境界啊，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修学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这里头有大乐啊，这我们常常讲，烦恼天天轻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忧虑牵挂，哎，天天减少，智慧天天增长，这里头有真乐，这个里头是大乐啊。那么要不认真修学，这个乐趣你永远得不到，不但得不到，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得到。如果你真干啊，你真其如境界了，你会生欢喜心。佛经里面讲常生欢喜心啊，法喜充满了，这个欢喜法喜会提升你的境界，会帮助你勇猛精进啊。你为什么能把世间舍掉，为什么对佛法这样勇猛精进，这个里头有个力量在支持你，这个力量是法喜充满。八大人觉经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讲圆满了啊。希望诸位同学珍惜这一次稀有的机缘啊，我们能够在日本京都净土宗的总本山智恩院啊，在一起学习佛法里面的啊最重要的纲领的开示。经文虽然不长，它的义理境界确实是没有边际的，正如同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从真心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，自信没有大小，没有前身啊，所以一切一切一切皆一。你看看这个经上哪一句哪一个字不是包括一切法呢？啊，一切法在一法里头，这个里头说了八条啊，八法了啊，每一法都包括一切法啊，一切法容纳在一法里头，一法展开就是一切法，所以说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从自信里边流露出来的真实法啊。谁的自信呢？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。我们今天在迷，释迦牟尼佛觉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自信流露出来大法，就是我们自己真心本具的佛法。
众生跟佛是一，不是二啊，生佛不二啊。啊，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珍惜这个机缘，认真努力学习。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啊，同成佛道，啊，发菩提心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啊。那么今天讲到这里圆满，谢谢大家。